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你们好。你是否忙着为天主工作，而没有时间培养一颗信赖天主的心？让今天五月二十八日的每日圣言陪伴您祈祷与反思。结果的无花果树。现在，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一段圣言。 马尔古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至二十六节。那时候，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到圣殿里，周围查看了一切。时辰已晚，遂同十二门徒出来，往伯达尼去了。第二天，他们从伯达尼出来，耶稣饿了。 他从远处望见了一棵茂盛的无花果树，就上前去看是否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。及至走到那里，除了叶子外，什么也没有找着，因为还不是无花果的时节。耶稣就开口对他说：“永远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。” 他的门徒也都听见了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一进殿院，就开始把在殿院里的买卖人赶出去，把钱庄的桌子和卖鸽子的凳子推翻，也不许人带着器皿由殿院里经过。教训他们说：“经上不是记载，我的殿宇将称为万民的祈祷之所吗？” 你们竟把它做成了贼窝！司祭长和金师听了，就设法要怎样除掉他，却又害怕他，因为全群众对他的教训都惊奇不已。到了晚上，他们就出了城。早晨，他们从那里经过时，看见那棵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。 博多禄想起来，就对耶稣说：“师傅，看，你所咒骂的无花果树已枯干了。”耶稣回答他们说：“你们对天主当有信德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谁对这座山说‘起来，投到海里去’，他心里若不怀疑， 反相信他说的必成就，就必给他成就。因此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祈祷，不论求什么，只要你们相信必得，必给你们成就。当你们立着祈祷时，若你们有什么怨人的事，就宽恕吧，好叫你们在天之父也宽恕你们的过犯。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，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《释经小帮手》。今天的福音赋予犹太人的象征意义，可分成三大段来看：一、耶稣走往圣殿，在路上发现不结果的无花果树；二、耶稣洁净圣殿。 把贼窝再次清洁为万民的祈祷之所。三，主耶稣和门徒的对话，说要对天主有信德。第三段解释了前面两段。耶稣指出，天主的选民经常对天主缺乏信心，嘴巴说敬拜天主，心里却对近人怀恨，这样没有新的信仰。 导致天主的选民把重心放在动物的祭献上，希望透过献祭赢回天主的心。他们早已忘记了祈祷的核心，那就是只要拥有一颗正义且贫穷的心，天主必会赋予。圣永集第三十四篇第十八至十九节。然而。 为天主做事比培养一颗正义的心还要方便；给天主献祭比时时保持一颗贫穷的心还要简单。只注重外表的奉献，却忽略了从内心去认识且活出天主真正喜欢的价值观，信徒成了不结果实的无花果树。在旧约中。 无花果树象征天主的选民以色列。我发现了以色列，就如旷野中发现葡萄，看见你们的祖先，就如在无花果树上看见出热的果实。欧瑟亚第九章第十节：天主多么怀念那曾经会爱他、曾经信赖他的子民，你呢？ 你的心也曾经爱过天主吗？曾经无条件地信赖他吗？但是如今，是否因为一些难受的经验，让你与主保持客气的距离呢？转变看那等待你的天主，要对他有信心。只要你愿意让他清洁你的价值观，只要你以贫穷的心宽恕得罪你的人。 你的生活会再次因为与他连结而果实累累。请品尝圣言，尝试体会耶稣看到他的圣殿成了贼窝的感受，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。请在一个具体的行为上。 表达出你对主的爱和信赖。最后，让我们全心祈祷：主，对不起，因为我只相信自己，而怀疑你的善意。求你医治我。这每日圣言祈祷。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，愿天主降福你，也愿我们对天主有一颗贫穷的心，完全的信赖他。我们明天再见。